大家好，我是喵哈，我们回来我们的星之卡比后宫同盟啦。那我还蛮意外的，我们的上次带的角色竟然没了，就是他重开游戏以后好像都会重置的样子。不过他这里好像可以再进去刷一次，所以我有点还不是搞得太懂他的机制。那当然大家也不用一直跟我讲怎么玩啦，我觉得与其你们告诉我怎么玩，不如让我慢慢去摸索比较有趣，是吧？是吧？是吧？可以吧？可以吧？不要再告诉我了啦。喂！啊，又是你！你到底多想跟我出门呢？我就不想带你出门呢！哦，不要！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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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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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他已经选定他了？哦，有了。我们上次的那只老鼠回来了，喂，我要买一肚子，所以这边都只能带一只，飞错地方。所以不知道他这个账，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上次没有进关卡，所以没存档吗？不知道，感觉还要再摸一下。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蜜蜂蜂丘。为什么我觉得预览图看起来非常的惊悚？我旁边那个缩小图好可爱哦，好可爱！我要买它肚子，这次不能买了。这个可以给它爱吗？我不知道我招了谁，它叫吉姆。你可以干嘛？我也忘记按键了。我们当时，哎，我怎么站着不动，你就可以给我爱？丢丢丢！散播爱，散播欢乐。我要来看一下我的按键了。好，我不懂。哦，这有东西耶，哇，好可爱，这可以吗？啊！你怎么把我们的伙伴杀了？哇，老鼠好凶哦！不是啊，大哥，那个，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让我随便吸一个人就好吗？我先吸看看吧。啊，拍谁？完蛋了，我应该是要按你吸下去以后按下。哦，没有，他没有东西。看来他有东西，那他可以干嘛？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所以我那个时候拿着剑，嘿，火焰溜溜球，感觉不错。哇，死给啦！啊，你要不要加入？啊！有，加入了，加入了！火焰溜溜，这个好强哦！所以现在这里应该是可以下去。我喜欢那只老鼠，太可爱了吧！虽然不知道他另外两个同伴要怎么弄出来。啊，什么东西？盟友按上。哦，我应该已经有他能力了，就应该直接进去就好了。什么意思？按了以后没反应啊！啊，怎么突然变鸟了？风切溜溜球，哇！然后嘞，到底什么到底啦？换一个。我刚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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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啊，我让我上去。嘿，哦，搞了那么久。啊，我就想说奇怪了，我们已经用到火焰能力了。火焰的溜球好强哦。他这个能
能力过到最后全部综合起来到底有多少，就是我们加上附加能力的情况。Yup， 噔噔噔噔，哦，原来在上面是我的地。那这里也会有藏东西啊，感觉应该没东西要烧。飞过。哦，这是什么？是要指两个伙伴的意思吗？按上看看，好可爱哦！它开门的样子好可爱哟、哦，那只老鼠怎么那么可爱？100个星星可以一 up， 跟马里奥很像。好、啊，这什么东西？这上下的也太好笑了吧！不会被压吗？他们都自动攻击，好方便哦。藏在那个树丛里面，要注意。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刚刚可以回去吗？我总觉得好像漏掉一个东西。哦，不，好像不能回去了。我总觉得刚刚左上角好像看到什么黑黑的，不知道，希望只是我的错觉。哇，他直接抢着过来打、欸！哇，我们这坨是什么东西？啊！变掉了！你怎么可以欺负我家老鼠？它只是比较胖，而像魔……哦，这个人好酷，我们可以去给它爱啊！OK， 牛仔，我们要来交换谁嘞？我们现在有火焰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把火焰换掉，因为老鼠也是。哇！皮鞭欸，好帅哦！所以我是不是该吸他一下？我想试试看皮鞭哦，我想要鞭鞭。我们你给路打哟！啊，变了。我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我的队友的队伍有点长欸。我来看一下，刚我这个游戏是不是他要整个类比摇杆整个推到很后面才有办法跑起来？下来！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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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一坨也太恶心了吧！这个作者想法也太猎奇了吧！哇、哦，吓死了！我盐冰店，哇，好酷哦！我好喜欢他这个组合的想法，非常可爱。这个藏东西啊！胖老鼠应该还有一个人还没看到。又是这个，在哪里嘞？我要怎么把这个给他？照理说应该是可以给爱心。他的按键稍微有点多，我现在还要慢慢研究一下。我要怎么帮同伴补血啊？你跳吃到啊！我如果跳，哦，他吃到了。但我总觉得我有印象，他有说可以帮同伴补血，之后再研究一下好了。时间绰绰有余。喂。一新的挑战关卡。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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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狗嘞？感觉就是要比他快。啊，我拿到什么钥匙？哦，好大的按钮。噔噔噔噔，喂！啊，特别关卡开启。
下。好吧，是只有一个特别关卡，剩余卡比零食游戏就会结束了。我不敢讲，目前看起来应该还好，但我不敢讲。猪猪猪猪，可爱的猪猪。它这个上下动的感觉很像会藏在那种交界处的东西耶，真的是玩那种藏东西的游戏太多。它骑猪哎，好可爱哦、喔，我怕打死。球真的太常用了，哇！刚刚那个伞太可爱了吧！萝卜，我们现在大家血都满了，还行，撑得住。火焰技能要火什么？可是我现在有火焰的溜溜球，应该还行吧？啊，可以啦！快点，就定位。没去右边看没关系哦，算了。刚右边感觉有个洞，拿到了。啊，如果再下去会怎样？好坠楼哦！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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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里，啊，这里是特别关卡吗？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要去上面还是下面哎、欸。我们上面。会回到这里吗？再看一下。我们漏了一个人，再见了。啊，我阿奇会上来，太好笑了。好，上面先偷看一下，会不会掉下去？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上面跟下面都有？谁知道到底要去哪一个啦？感觉上面比较难，我们就去上面吧。帽子也好可爱、啊。嗨嗨嗨！哦，对，那只鱼还没出现，它应该是水的山水果山林隐藏特别关卡，特别糖果，那你先去特别糖果看一下。哦，两个都有找到。啊，老鼠好可爱哦！音乐也太欢乐了吧！这种黑暗的情况不是应该要再黑一点的？它是上面很嗨。这音乐超像有什么赶火车什么之类的。这里有一个山西的门啊，其他地方还有吗？下面的是怎么飞的？他脚下根本没踩东西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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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这什么都可以养吗？啊，不行，再见了！他不接受我的爱，我也没办法。啊？什么意思？我们走了下面，上面就不能走下面，是不是？不能下去、欸。为什么？所以下面应该要先去吗？感觉是分两路而已。又有分东西了。谁知道啦？上面下面要选哪一个啦？啊啊！发生什么事了？出了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完全看不懂。这关卡让我非常状况外。我被烫到了。哎，我把它吐掉，是不是？哇！刚刚没有吸，是被吸了，不行。算了，我靠同伴的力量。他在下面，我看到了，所以我们算是选错地方，对不对？我们要重来，哎，太烂了吧！所以这里最后面要选下面。
我要吸你。就无法弄。除草时间。好像找到了什么。钥匙在藏在某个地方。哦，看到了。火焰。什么？火焰。换一个。风切。走好慢，它可以飞吗？不行。哇，风切能力太帅了！啊，不是啊，上面那些人是怎样？过来啊！啊，老鼠，老鼠，老鼠 ，OK OK OK。这一直飞的这个也太好笑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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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懂。哇，吓我一跳！他刚要我们用火焰的能力，看，先把他放火焰。烧那边是不是看到？可恶，如果有溜溜球，我们就不用这么下去。做定位，准备出发。好久，真的好久。嘿，哦，感觉头很痛。噔噔噔，喂喂！打开，得到一个拼图，这关也蛮长的，其实特别关卡，感觉特别关卡的难度并不高，而是你要不，我对不起，对不起，我错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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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走开走开。类比摇杆整个这样很快速的拉到最右边才有反应，如果只是这样平平的按的话，它有时候不会感应到，所以它这个其实很讲你的摇杆的敏感度有没有够。如果你的摇杆大家有一点慢的话，其实这个会有点难吃，又加上我的摇杆其实已经超，哇，等一下我们家牛仔怎么那么的受伤。牛要干嘛？牛仔你不要靠近他，牛仔你要死了。欺负我的牛仔可以救他是不是？好险哦！欺负我家牛仔怎么可以？哇，这好可爱啊！这什么？火焰锤！太好笑了，食物具体化。
哦，大家可以吃东西耶，好爽哦！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在牛仔身上哦？什么意思啊？好酷哦！我在乱玩哎，然后玩了一堆我不知道怎么用出来的东西。什么意思啊？我开半天看不懂，就是牛仔它刚刚是怎么用到的？OK， 我们血补满了吗？好可爱哦，这个狐狸真的好可爱哦。长按 Y， 下长按 Y， 下长按 Y。啊！啊！那我的能力不见了。哦不，我的能力，它是用一次性的，谁知道啦？啊，我们刚刚有一区的拼图，还要回头拿一下。哎，他这样会提醒我们拼图没拿到吗？看看，他会显示拼图拿到，可是你就不知道说哪些关卡拼图，所以他有可能是每个关卡都可以一直狂重复拿拼图吗？是这个样子吗？总觉得还不是很确定哎。然后他，我本来以为这特别关卡比较短，没想到他关卡其实长度跟这差不多，所以如果再玩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影片会到40分钟哦。我下次要打王哎，啊，不然我们就是这一关留的下一次跟打王好了。所以我们又要跟我们的同伴道别了吗？啊，不要了，我要埋在你肚子里，好可爱哦，不想跟他道别。这应该还不能，这应该不能进去了吧？不知道他下一次重开会不会可以进来？可是我感觉应该是上次没存档而已。哦，可以哎，欸，所以我们下次还是可以把他叫出来。对啊，应该是打完一个关卡出来一次吗？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卡比的海王之旅就先到这里啦。我要埋在他肚子里，这只好可爱哦，他就是我的正宫。我们的海王之旅就先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大家拜拜。